让我们看哈，你看他这写的什么？那个 Providence Anson， 就是那个雅典娜神庙啊 ，Providence 的。你看，我说他这里崇尚希腊文化吧，希腊文化、希腊和罗马文化连着，完全是一个雅典娜神庙的样子嘛，修得好漂亮，你看，哇，哎，看没有？哇，雅典娜神庙，他们是希腊、罗马的那些，这有人在举行婚礼，好漂亮。对，雅典娜神庙，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嗯。雅典娜神庙这里啊，这个 fountain， 然后那个看见没有 ？Providence Anson 啊，然后它是1836年就开始了的哈、啊，看没有？1836年，嗯，真的漂亮啊！那正好有人在举行婚礼，所以在这儿，看、啊、有人在拍拍婚纱照，这家属啊，来参加婚礼的人。然后这正对面，正对面这儿也是一个benefit street 哈、啊。也是好大个 building 啊，好大个 building， 也是 Providence 的哈、啊，一个象征性的 building， 对，可能也是政府大楼之类的哈、啊，所以我们看一看，嗯，哇，它这里边好像是像个图书馆一样哈、啊，我们没有进去，但它这里有图画在里面，图书馆一样的哈、啊、，discuss， 嗯。Providence 的 Anson， 雅典娜，嗯，漂亮。这是大学边上的哈，已经出了大学了。这是 Providence 了哈，这属于这个普罗维登斯的，普罗维登斯了哈，普罗维登斯的城市了啊。嗯，哇，我们来看一下，普罗维登斯城市也是不错的。它是罗德岛的省会嘛，对不对？罗德岛少的这个州府啊，所以还是有点州府的架势哈、啊。哇，这旁边好像有个教堂，看一看，它是属于 Providence 了哈、啊。罗德岛 Providence， 它这里教会很多，很好，嗯。它这儿又是个大教堂，看，又是个大教堂，到处都是。哎，当初这个立国的根基啊。立到神的根基上就对了哈，哇，他这个叫我看哈，叫什么 ？Memorial Hall 啊 ，Memorial Hall， 但是他修的这个是教堂的形式哈 ，Memorial Hall， 嗯，看看这边啊，这边是什么 ？Benson Hall 哦 ，Benson Hall 也是，可能他是那个市政的一些机构嘛，嗯，他这里属于对 Providence 的哈。哦，这又是雕塑，看，哦，天使一样哈，天使的翅膀啊，看，哦，天使的翅膀的雕塑，嗯，哦，天使的翅膀的雕塑，嗯。嗯，看到没有？哇 ，Providence 哈，我们来看看 Providence 了哈。来，我们现在来到罗德岛的州府哈，就是 Providence 哈。它这里看着这个 Providence， 它写的是你看 County 这个 Court House， 看到没有？哎，它是这个罗德岛 Providence 这个地方的法院哈，法院整个这一栋楼都是哈，看到没有？法律，嗯。看没有，它这个到处一个是神以神为中心，然后再设立法律哈，哎，法律强调法律和秩序哈，就当初建国的理念哈。你看这有一个这个纪念柱啊，好高哦哈。咱们再看看这周围的环境哈，来看看，嗯，这是 Providence 的这个城市中心的哈，主要的一些建筑，就是罗德岛嘛，罗德岛这个是最小的这个州哈，是美国最小的州罗德岛哈，来看到这里，嗯，哦，它的这条街叫 College 啊 ，College Street， 嗯，然后 Sourceman， 哎。
然后这后面就是后面就是那个 Brown University 了哈，布朗大学哈。然后呢，这里是他的法院，那里房子哈。看看这，哇，高楼大厦哈，就是有点州府的气势了哈。嗯，罗德岛的州府哈 ，Providence。来，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有一个这个战争纪念的哈，我看后面的旗子，哎，美国的各种战争的，你看这不是士兵啊，看没有？他写的 Rhode Island Korea War and 这个 Vietnamese 哈，这个 Memorial 看没有？所以它后面有旗子，美国国旗、联合国国旗，然后那个韩国国旗嘛。还有那个可能越南国旗哈，这些，就是 Korea 战争和越南战争哈，因为美国的这些士兵啊，罗德岛这里的士兵的整个一个纪念哈，纪念地下面的是这些士兵的名字，嗯，这还有一个纪念柱，看这旁边，它在这个河边啊，嗯，哇，这个当趟还是蛮大的哈。哦，这有个纪念柱，看。哦，它上面写的，上面 "This memorial for the city Providence"， 然后这个，就是各种战争啊，各种战争纪念柱哈。你看，哦，这是母亲嘛，这上面是个母亲啊，母亲纪念自己的儿子嘛，上战场啊，母亲送儿上战场是吧？这个牺牲的话都是家庭母亲的伤痛啊。好，这背后就是那个法院啊。然后这旁边啊，我们看看这环境，嗯，这是 Providence 的这个河，罗德岛的这个州府啊，罗德岛的州府 ，Providence 哈、啊，哦，这是 College Street 这个桥哈、啊，它一个名字，这后面它州府啊，高楼大厦、州府大厦、办公大厦都在后面啊 ，Office 啊什么的啊。就是 Providence River 啊，这叫 Providence River。这个 Providence 这个名字啊，本身就是取这个名字就是神的眷顾的意思哈、啊，说明当初这个先贤者啊，这个城市的先贤者的话是非常敬虔的。嗯，这个 Providence 啊，他就是首先是建立教堂嘛，然后取的名字也是不但建立了哈、啊、教堂，就是把神放到第一位，同时也就是你要生存的话也需要神的眷顾。所以他的名字取名叫 Providence， 就是神的眷顾的意思啊，就神创造世界一样，创造了以后他要去看顾这个世界，眷顾这个世界嘛，所以叫 Providence 啊，这名字取得相当好，嗯，所以真的是看到神的眷顾。哦，这是他的公园，河边公园啊，一片绿地啊，雕塑公园，哦，有人在那画画，嗯，我们看一下哈。哦 ，Rhode Island 的那个这个 memorial 啊，哦，这还有一个，这里 Rhode Island， 这看得到，这看得到那个，这个法院啊，法院 Rhode Island。这里有一个纪念的哈，像一个官一样哈，纪念的官，上面写的 Rhode Island 哈，下面就是纪念这些牺牲的，跟上前面连到一起的哈，为这个罗德岛这个地方的人呢、啊，为这个国家哈，几个战争当中为国家牺牲的人，嗯，是这个冠冕哈，放了一个冠，然后旁边哦，这是一个公园，哦，这儿还有一个雕塑，不知道什么，嗯，这个雕塑，在这个河旁边啊，在这个河旁边。嗯，哦，这旁边还有，看看，这是公园绿地，啊，这还有什么？嗯，哦，这还可以看到这个联邦法院的这个照片哈。哦，这一个 fountain。哦，这是那个叫 Old Stone Bank， 老的那个石头的银行哈。哦，这个修的像 church 一样嘛。
哦，这个有点像 Church Old Stone Bank 啊，银行啊，嗯。漂亮，哦，是不一样哈、啊，这州府啊，这州府有点气势哈、啊，嗯，真的漂亮，哎，不错的，不错的，看一下，嗯，哦，这旁边是一个是公园，这还有什么？我看看。哦，这是 school，public school。哦，这还是布朗大学的，看看。哦，这还是属于布朗大学的那个 public school 的那个健康 health 中心，可能是。哦，哦，这布朗大学真大，这里还是属于他的，其中可能一部分。嗯，这个大楼很现代化哈。哦，哦，健康中心，布朗大学的。这旁边还有看哈，嗯，布朗大学就是在这里，也是算一个大学城吧。旁边因为罗德岛这个地方，哎，最主要就是布朗大学嘛，它主要是那个，它属于这个名校嘛，哎，也是属于常青藤名校了，嗯。哦，他这个里，哦，这是叫什么？叫 House， 哦 ，is Rhode Island Department of Attorney Center， 哦，是那个，哦，法律，哎，法律师，律师中心，嗯，律师中心，嗯，哦，哦，这还是属于布朗大学的，哦，你看那个牌子上写的哈，你看它是最右边啊，是这样。County Court 哈 Museum and Brown 就是这个布朗市的这个地方的哈，那这边呢是 Financial District 哈，这边整个高楼大厦哈，金融，看到没有？金融财政啊区，看到没有？就整个，就这个，看到没有？哦，这里写的有吗？金融哈，金融大厦，它全部是高楼大厦哈，然后对面就是看到没有？对面是那个。County Court 哈，法院，嗯，还有这个纪念柱啊，纪念柱和那个，博物馆啊 ，Museum， 好，它然后这个对面那个是河边公园嘛，这个河就是 Providence 河哈 ，Providence 河，嗯，整个很漂亮的啊，真的不错的，嗯，罗德岛，嗯。这是 Financial District 哈、啊，这是金融啊，金融区了，这是罗德岛的啊。哦，这个桥，这个桥是 College Street 哈、啊。哦。嗯。哦。漂亮。嗯，这是它主要的城市了哈，罗德岛。你看它写这写的哈 ，Memorial Boulevard 哈，然后 College Street， 啊，它这里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地方哈 ，Memorial， 所以说这是很多记忆嘛，历史啊，罗德岛的历史啊，你看这个桥，好漂亮哈，这 College Street 桥啊，对。College Street 的，这 College Street 桥嘛，后面。州府大厦哈，然后那个是纪念战争纪念嘛，哎，各种战争纪念，就是罗德岛这个地方牺牲的人嘛啊，这就是当趟了嘛，这个当趟啊，当趟的 financial center 啊，嗯，哇，这个河漂好漂亮 ，Providence 河哈，嗯嗯，新英格兰啊地区。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早期新英格兰的几个城市啊。它这是 Rhode Island Hospital Trust Company。 Hospital 医院吗？医院的 Trust Company。 它也是那个也是可能是金融方面的吧。它也是1917年就开始，你看这个 building 啊。好大一个 building。 罗德岛啊，州府，罗德岛的州府哈。哇，真的不错。不错不错。它河里边的这些可能到时候可以喷火的，这个像盆子一样的这个，可能有表晚上啊可以喷火的。这条路叫 Memorial Boulevard。是 College Hill 下面对面，然后 Train Station 就是那个火车是通到这儿的哈，还有 Wineland Square 的都在这旁边啊，看到没有？这河边风景好美哦。那一个 Square 城市的 Square 在那边啊。这儿 Washington Street， 这是 Washington Street。Washington Street。这里。这是 Westminster 街哈，你看它这是它的那个金融中心。全部是银行啊，全部是银行啊。是这个 Providence 的这个银行，就相当于纽约的华尔街一样，看没有？全是银行，看没有？对边那个是，这个 Financial Plaza 哈，旺，看没有？哇，好高哦，天哪！前面的金融街啊，有点像那个纽约的华尔街哈 ，Wall Street 哈，看没有？金融街，Downtown， Rhode Island 的 Downtown 啊，但是它是这个 Financial Center 哈，金融 Financial Center。这是叫 Will Boss。 老旧结合的，你看这个房子好旧哦，好断横残壁的哈，半边断了还有一点点，但是旁边啊，就是你看没，旁边就是这个新修的金融的，看到没有？金融的新旧结合。这下面都是餐馆好像。这个房子真的马上就要垮了，它好像在这外面还可以，它把它可能作为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的装饰一下艺术啊，把它利用一下。它这几百年历史了，你们都是1700几年一八多少年，你看对吧？Building Horse 1876年，看到没有？1876年建的，一两百年的历史了。这是希尔顿的，拜希尔顿。Hamilton Inn， 但是和可能是和希尔顿那个联合的嘛。Western， lovely。这是什么？这有点旧和古老，又有点像那个希腊神殿的一样。你看修的，这个希腊，它这里好多这个希腊罗马式的神殿的样式修的哈。
这什么？哦，这就是有点历史的了。它好像现在都把它来作为这个商店啊这些，啊，就是那个艺术啊、商店啊这样来经营。高楼大厦，就它downtown，Rhode Island的downtown，